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姐姐。我们要保持身体健康，运动是最不可缺少的。电视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做好和我们一起做运动的准备了吗？接下来呀，就进入我们的云上私教课环节。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柳姐姐。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的孙鹏耀，你们的鹏耀哥哥。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江苏省宿迁市洋河农业嘉年华。那这个地方啊，是以神农氏为故事背景，以华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为文化背景。在我们这嘉年华里呢，设有蔬菜馆、花卉馆、果树馆、沙漠馆等等八个主题展馆。嗯，没错，今天我们将在蔬菜馆进行一场趣味十足的亲子蔬菜大比拼。哇，听起来就很好玩。嗯，我们欢迎今天的两组家庭，欢迎你们。欢迎，那我们两组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这边先开始。大家好，我叫孙博雅，我今年六岁了，我开学要上一年级了。啊，马上就要上一年级了，那介绍一下旁边这位是谁呀？我爸爸。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孙博雅小朋友的爸爸，今天非常开心，第一次能带孩子来参加这样的亲子游戏，我会和孩子一起加油的。哇，爸爸好棒啊。来，右手边的。大家好，我叫张某超，今年十岁了，我来自宿迁市朔阳县东信小学。你上几年级了呀？三年级。三年级，那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位小哥哥和一位小妹妹一会儿要比赛了啊。对。你会不会让着点小妹妹？不会。那旁边这位你也介绍一下吧，这是谁呀？我爸爸。哦，是爸爸。大家好，我是张伯超的父亲，我叫张豹，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中央电视的少儿频道，我一定会加油的哦。啊，一定会加油的。孙博雅小朋友今年七岁了，喜欢跳拉丁舞和画画。张伯超小朋友今年十岁，上三年级，喜欢中华武术。好，那在今天的游戏开始之前呢，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大型的竞技游戏来决出谁先开始。那这个大型的竞技游戏就是剪刀石头布啊。现在游戏有什么的两位小朋友来。刚刚小哥哥说了不会让着你啊，气势汹汹的。好，剪刀石头布。真实在说不你就不。就是这么随意。先开始啊。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了。我是小小浇灌家。小小浇灌家游戏规则，两组队员依次使用桌面上特制的运送道具，将水桶里的液体肥料运输至终点，并且倒入量杯中。比赛计时两分钟，量杯里肥料多的队伍获得胜利，胜利的队伍将获得下一轮比赛的优势道具。好，小朋友们，你们看到朋友哥哥手上的秒表了吗？我们喊三二一，朋友哥哥就要计时开始了啊！来，三二一，开始！加油！加油！有点激动了，争分夺秒，两分钟，快小心啊，不要让水漏出来了，别洒了。啊，还很稳呢，保持平衡。我觉得比较难的是往里倒。来，兜起来，兜起来。倒很好。不错，基本没有露出来啊！加油加油！已经过去二十秒了，加油！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小心小心小心！稳住！哎，我感觉他们一上来就掌握了这个技巧，看平时他们在走的这个路上特别稳。看平时，我们要拉。我觉得速度上可以再快一点。嗯，对，速度上可以再快一点。徐刘杰说了啊，速度可以再快。加油！好，我们看到这一次爸爸往里面。这个尝试着多加了一点水，一定要稳。非常棒。我破个地方。倒计时一分钟，收起来，收起来。好嘞。哎，这次稍微洒了一点，没事。好了，非常好。哇，要多点。来一个满的，稳住啊。这个随着游戏的进程 ，sorry， 这位爸爸呢也是及时调整他的战略。当发现稳不是问题之后，那就得多了。来速度了，哎，一分四十秒，还剩下最后二十秒的时间，加油，加油，加油，争取再来两趟啊，加油。满了，三四五六七八啊，来，好了，我们要他
抬起来。加油，时间不多了，最后五秒，五、四、三、二、一，对，这样再跑一下肯定来不及了，来不及了。1200毫升，哦，非常不错的成绩。1200毫升。第二组家庭，3、2、1，开始。加油！好，这一组呢也是爸爸来舀水啊。走！哎呀呀呀呀呀呀，有点稳住，稳住，稳住，稳住。啊！打了一点点，没关系。加油！在第二组家庭吸取了第一组的这个经验，一上来就加量了，这个杯子都满了。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得更求稳一点啊。他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呢，他们俩这个爸爸呢拉在绳子的近端，然后呢小朋友是拉在远端，所以可能在平衡上会不太好把握。哎，看看一会儿要不要调整一下啊。还有就是到终点处一定要稳住，我们看刚才那两把到终点处都撒了不少。小心压力，对准了再倒。真是压力山大。哎，他们这个三趟好像这个量已经不少了啊。对，1分10秒了，还有最后50秒的时间。加油加油加油啊。上一组家庭的成绩是1200毫升。撒了不少，加油加油，至少还能再跑一趟。对，还剩下最后30秒，加油，快点，快点，来了满满的一杯，稳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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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能是取胜的关键啊，一定要稳住。耶，哇，目测超过了吗？超过了，超过了。目测已经超过了，还能再来一趟，最后十秒，最后十秒，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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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好，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我们的超超家庭一共是1580毫升的好成绩，就获得了我们第一轮的第一名，恭喜你们！哇，第一轮这个暂时领先了啊！对，你们将获得一个大背篓，知道这个大背篓是用来干嘛的吗？施肥的。施肥的。施肥的，还你用这个大背篓来施肥吗？还没有啊。这个道具呢，是直接关系到你们下一轮游戏的。嗯。哎，那所以这一轮我们的小雅呢，会得到一个相对小一点的背篓。不要沮丧啊！啊，这游戏叫做小小浇灌家，对不对？对。现在我们就要请两位小朋友，把他们哎辛苦运过来的水浇灌到我们的蔬菜田里。来吧。去吧。嗯。怎么样？今天收成怎么样？游戏规则：参加本轮比赛的小朋友将站在投掷区，向背篓投掷蔬菜道具；家长将站在4米外的规定区域，用背篓接小朋友投掷的道具蔬菜。最终，背篓中的蔬菜数量多的家庭获得胜利。预备，开始！哎呀，辣椒中了，不错，快点，非常棒。好，看看莲藕。哎，它往高处扔，这是个办法啊。对。紫包菜，非常棒，现在命中率100%，加油。西红柿。啊，越线了。啊，爸爸越线了是吧？那这个不能算。这个不算。这个拿出来。被人。是一个特别对特别讲规则的孩子。玉米啊，这个玉米有点大，你的劲儿再使大一点。对，茄子，哦，注意高，注意高度。啊，知道了。好，这有戏。哎，好。小红辣椒。青辣椒。哎呀，弹出来了，好可惜。里边的果实太多了，来，再来。下一个。哇，越扔越远。控制一下力量，控制一下力量，不要着急。嗯，稳一点，稳一点。好，哎呀，你
一下状态。好，没事。走。哎，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有了。哎，非常棒。我们来看看啊，一，洋葱，二，莲藕，三，四，五，超超和爸爸一共接到了五样蔬菜。来，夏夏，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三，二，一，开始。时间。哇，不错呀！我一开始还怕他力气会不够大。哦，咬紧牙关。非常棒。再来挑一个重一点。对。死我。自己给自己打我哈。土豆。呜呼，有点劲。哦。没事，没关系，没关系，再来，快。喂。哇，这有点轻。对。嗯，你挑，尽量挑大一点、重一点的，对。来，下一个。走。哎呀，不错。四个，四个。你爸爸接的也非常好啊。超超家庭是五个，对，马上就打成平手了。哇，平了，平了，再抛一个，再抛一个你就赢了。啊，三一，走，差一点，差一点，再来，再来，再来，继续来。真是的，我就不信了。继续来，二三，走，恭喜，稍微重，一二，这个姜太难扔了，再来，再来，再来。OK， 扔，喂，哇，没接住，扔歪了。哎，你手上那个应该就好扔的，对，试试。黄瓜，来来来，嗯，使点劲。哇，棒，第七个了。小雅的体能还是相当不错的。对，加油。玩得很开心，关键是兴奋。没接住，爸爸实在够不着了。来个玉米。三，二，呀，找到感觉，集中注意力。哇，赢了！再来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加油啊！三，瞄准，来，瞄准了，来发射，走！掉出来四个没关系，就捡回去。可以捡回去是吧？捡回去。哎呀，我真是替他们捏了一把汗，我心说最后一下全掉出来了，可怎么办？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小雅家庭的成绩啊，我们来数一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还有一个，八个，好厉害啊，小雅，恭喜你们！所以呢，小雅家庭在我们这一轮的游戏环节获得了胜利。嗯，第二轮比赛过后呢，我们是有一个小小的福利，就是我们获胜的家庭将获得一个大南瓜，而超超家庭将会获得一个小南瓜。那是要干什么呢？你来给大家讲讲吧。好的，那接下来这个福利环节呢，就是小朋友来设计画画，爸爸们完成这个雕刻的环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雕刻南瓜吧。可以画得大一点吧。经过简单的思考后，两位小朋友已经拿起画笔，开始在自己的南瓜上面画了起来。通过他们认真的表情，我们可以看出，两位小朋友想象中的画面一定是非常精美的。但是最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效果呢？这就要看两位爸爸如何发挥了。我们这边开始要雕刻喽。现在呢，两位爸爸已经进入了紧张的这个雕刻创作阶段。我们呢给他们留一点时间啊，静待两位的作品。看起来雕刻南瓜的工作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两位爸爸忙得满头大汗，而小朋友们很懂事地在为爸爸擦汗。他们究竟会雕刻出怎样的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两组家庭啊，已经完成了南瓜的雕刻，那到底他们创作的作品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来分别展示一下啊。三、二、一。这是个啥呀？这是两件后现代的艺术作品。那到底是什么呢？我来猜一下，菠萝。
真厉害，真的是个菠萝，是菠萝吗？是菠萝吗？是，但是这是改进后的，它原本是，原本是啥？葡萄，不好意思说了，原本是一个葡萄啊，最后改成了一个菠萝，哎，挺像的，有模有样，对，挺像的，挺像的。那我这个你来猜一下吧，什么？蘑菇，小蘑菇，也特别像这个南瓜，长了一张嘴，把嘴张开了，是不是？很可爱。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蔬菜园的这个游戏比赛环节到这里就愉快的结束啦，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哦。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好不好？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足球是一项以脚为主控制和支配球的体育运动，足球运动具有对抗性强、战术多变、参与人数多等特点。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踢足球的技巧吗？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教练一起学习足球小知识。大家好，我是来自青龙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员，我叫刘亮。大家好，我是青龙足球俱乐部教练员洪健。咱们接下来的练习呢是脚弓停地面球。这节课我们要学习正脚面射门。正脚面射
严肃。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对于小轮车肯定一点也不陌生。它的比赛形式啊，也是五花八门，有蹦道比赛、城市竞赛、极限挑战等等等等。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今天的精彩比赛吧。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榴姐姐。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的彭耀哥哥。大家好，我是来自宿迁市广播电视总台少儿栏目的节目主持人大白哥哥。啊，非常开心啊，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江苏省宿迁市洋河农业嘉年华，我们将在这里给大家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儿童平衡车比赛。今天在我们这个初赛当中呢，我们就将要进行一个亲子接力赛的形式。那在这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赛规则。黄队与绿队每队八人，共十六人，两队将以亲子接力赛的形式分别进行队内预选赛，每四组家庭一轮，共四轮，家长以跑步的形式率先出发，并在比赛过程中陆续穿戴和使用规定道具到达终点，敲响终点处铜锣后，自己家的小朋友才可以出发。每一轮获得第一名的小朋友将会代表自己的队伍参加决赛，角逐冠军。那现在我们就到我们的起点区，来看看我们的家长和小朋友们在第一轮会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出发。哇，我发现我们的家长一出发之后，我们的小朋友们这个呐喊声也是给了我们所有的家长一个非常大的鼓励。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还是比较平均的整个水平。爸爸一位妈妈啊，然后呢大家这个我们的家长好像有一点点迷失了方向啊，没有看清我们的赛道，我们还要抓紧时间。感觉四位家长好像还没有使出全力，对，跑得还比较悠闲啊。对，好像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距离给拉开。就在一个套救生圈的功夫，妈妈居然反超到了第一位。对，我们的各位家长要加油了，我们第一个到达终点的呢，我们的小朋友就可以第一个出发，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对对对。真的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对，我们第一名目前的话是一个爸爸，已经快到达了终点，我们的妈妈好像有一点点累了。我们那么在最后的这个冲刺区呢，我们设置的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形式啊。我们的手脚并用，对，包括我们的小朋友骑车也是，我们的脚要使劲的往前去出发，然后我们的手也要掌握好我们的方向，千万不要偏离我们的赛道。发现没有，在这个环节妈妈好像显得这个身体的协调性会更好一些。对，我们的妈妈率先到达了终点，快去敲响信号。快快快，哦，我们听到了第一声的胜利的声音。第一位小朋友可以出发了。好，第二位小朋友也可以出发了。好，我们的第二位小朋友，第三位，第三位，第四位。好，全部出发了。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我们的所有的小选手们，加油，把刚刚争取爸爸妈妈呀，一号快一点，加油加油！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前半场还是非常的卖力的，我们接下来要争取。哎，我们这位小朋友为什么要等？你为什么要等？要等待一下，你本来是第一名的。加油！拐弯，拐弯，拐弯，拐弯！哎，又跟我们的爸爸妈妈一开始的路径比较像。拐弯，拐弯，我们是一个 S 道。哎，我们看到。哎，我们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啊！我们的只有一位小朋友知道该怎么办。对，而且这四号刚刚好像是落在了后面，现在这一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的，来赶快。所以在我们的赛场上，真的是情况瞬息万变啊！对，哎，加油！现在还不能角逐出我们的最终成绩，还有机会。那么对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来看。这四位小朋友呢，应该学习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对，这一队呢，包括今天的其他几支的队伍啊，在训练的时间还是非常非常少的。有些小朋友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是说第一次参加比赛，可能是第一次骑车。啊，真的吗？对，所以说他们的天赋还是非常的高的。后期呢，我们要
加强练习。不过今天的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经历了。是的是的，以后跟人说起来都是我学平衡车是从比赛开始的。对，我直接上比赛了。好，第一位小朋友到达终点了，就是刚才那个四号啊，就刚刚唯一这个没有走错路，辨识了路线的。对，所以你看一场比赛的胜负与否与很多的因素都有关系。第一组已经完成了比赛，现在一号的小朋友就站在朋友哥哥的旁边。你叫什么名字呀？葛品言。哦，你今年几岁了？五岁。五岁啊，那旁边的这位是你的什么呀？姑姑。啊，姑姑啊。今天您是我们出场的这四位家长当中唯一的女性，然后您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什么样感受？就是特别的累，但这时候也得坚持，希望他能够得第一。我们看到第二组现在家长和小朋友在出发点也已经做好准备了。对，四位爸爸。对，四位爸爸，这是一个男人的对决，我们来看一下能为我们的小宝贝们争取多少宝贵的时间。好，我们的爸爸、有一位爸爸一出发就有状况有状况。我们的这个熊掌还是影响到我们出发的步伐了。我觉得我们四个爸爸跑起来像在竞走一样对，像我们四个好兄弟来在我们的小区楼下来进行一个简单的慢跑，跑起来加油加油。我的爸爸还是被我们的这个熊掌影响到了我们前进的步伐，要加油，步伐可以再快一点。真的跑不快，对，跑快的话还有可能会自己踩着自己。哎，我们刚刚第一位的爸爸跑得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忘记拿我们的泳圈了，加油加油，套上救生圈。我们的有一位爸爸把救生圈直接套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对，你看前三位爸爸套的这个不知道会不会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视线了而走错路了呢。不过还有第三关第三关还是比较难的。第三关刚刚手脚并用摸石头过河，这个其实摸着石头过河除了对身体的协调性有一个要求之外，还要求身体的柔韧度，对不对？对，因为你想手脚同时都在地上的话，如果平时这柔韧度不够，那可能会挺疼的。对，看看谁能够第一个出现呢。加油。好，我们看到第一位小朋友可以出发了，加油。哎呀，这组好像有特别小的小朋友。哎，你像现在率先出发的这一位我们的这位小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范乐星。对，他的才只有2岁0.4个月，还没有上学，可以说刚学会走，好像这个脚才在坐在平衡车上才刚刚能够够着。好，目前来说我们的小年龄段的小朋友呢由我们的教练员来进行引路。是的，我们有一位工作人员因为这一组的小朋友年纪实在太小了有一个协助的角色，然后呢在赛道里面来对他们进行一个指导。对，我们发现第三位的小朋友也是只有2岁多一点的。拐弯，五号拐弯。可以发现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小朋友在竞速的当中，他可能对于比赛的意义并不是很了解。对，但是呢他只知道我往前冲，往爸爸的方向去就对了。对对，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万一小朋友们不走了怎么办，我们就是麻烦出了一个主意，爸爸们在我们的脖子上挂一圈棒棒糖来在我们的终点等候着我们的小朋友们。这个方法可能确实会很管用哦。对，好，加油。目前的话还在第一位的是8号，这几位小朋友还没有出现说在中途停下来的状况。对，他们是知道我心中是有一个目标的，我得到达终点。好，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到达终点了。好，加油。第二位也冲过了终点。哇，第三位也到达终点了。好，我们的第四位那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呢是刚才结束的第二组比赛当中的5号小选手。叫什么名字啊？葛佳一。那你喜不喜欢平衡车？喜欢。你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好。
五号小朋友是跟他的爷爷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比赛。爷爷在今天的比赛的整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快乐，快乐。感到好玩，带给小朋友。接下来第三组的小朋友和家长也已经在出发点做好准备了。哦，我们这一组呢是我们的一个爸爸和我们的三个妈妈。这一次，这个爸爸。按照我个人往常的观看的经历啊，爸爸应该是非常快的啊。那我们到底能不能稳居第一呢？我们的妈妈咬的还是非常的紧的，我在担心这个游泳圈。拿起游泳圈，爸爸回来啊！完了！哎呀，就因为一个救生圈。我觉得啊，今天的这个阵容，一位爸爸，三位妈妈，这位爸爸压力肯定特别大。对，前面比的是距离和速度，最后一轮比的是身体的协调性，这个对于妈妈来说优势会更大。所以说，不知道最终爸爸能不能反超一下呢？目前在这个游泳圈的竞速当中，才排了第二名。我刚刚还在想，咱们这个爸爸体型稍微有一点大，咱们这个救生圈能不能很好的给套进去呢？好，已经到了爸爸比较为难的一个项目了啊。这个手脚的协调性，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个把控力，确实是。这就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对身体的柔韧性也有一定的要求。对，确实是。你看爸爸有点前进有点艰难。哎，爸爸目前的姿势是跪式啊，有点艰难，现在已经被三位妈妈甩在后面了。而且我们的这个爸爸从远处观察，他是慢慢的往前爬行，但是我们的妈妈是把我们的这样一个海绵砖往前去交替着去摆放，然后去往前前进，要加把劲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拉的并不是很长，要看小朋友们的实力了。好，加油，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距离就可以到达我们的终点了。好，加油。哦，我们的小伙伴可能已经在，爸爸好像反超上来了。哦，我们的爸爸第一个敲，爸爸第一个到达终点。第一位小朋友也出发了，已经出发了。我们的第二位，加油！哇，爸爸厉害厉害厉害！我们的爸爸适应能力非常强啊，前面的在适应的过程当中行动比较缓慢，后来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方法。好，后面第二位和第三位连续出发。加油！还有一位目前还没有出发，我们的家长加油啊。好啊，我们的这些小朋友呢也是第一次上今天的这个赛道，对于我们的这个路线呢还是比较生疏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第二位小朋友的速度非常快。对呀呀呀呀，好漂亮的过了第一个弯道。加油加油，他在非常努力的追赶第一位的小朋友啊。加油加油加油，我们的第二位啊，第二位可以实现一个反超。好，我们的第二位已经反超，加油！果然九号是实现了反超，现在排在第一位。对，目前后面两位小朋友咬得非常紧，咬得非常紧，可能就是一个弯道超车就可以了。加油！好，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到达终点了，加油！我们的终点。好，第二位第三位已经到达终点了，最后一位进入了我们的直线加速的一个环节。有一点可惜，有一点可惜，加油。我们今天比赛预赛的最后一组选手呢，现在已经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在起点处做好准备了。3、2、1，出发！好，加油！啊，这次我们的爸爸和妈妈们，我们要大步的往前进啊，就像我们的滑步车一样，大步滑行，我们要大步前进，加油！那我们最后这一组呢，是三位选手啊，三位选手，那么他们将是3进1。哎，我们的爸爸，我觉得换游泳圈的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呢，有一点点被反超了。不知道后续能不能追上呢？加油加速，
妈妈们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们也都是为我们的三位家长加油打劲，加油。爸爸是稳稳的排在第一名啊，现在好到了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不好说，我们的前两名还是等于同步的到了这个环节，我们的最后我们有其中有一位妈妈今天是自己给自己增加了难度啊，穿了一条长裙，然后这个步子也比较难迈开，所以呢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穿啊适合运动的服装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对，可能真的会影响挺大的，来加油。哎，我们的这个爸爸好像很非常的聪明啊，好像是一直在站着往前，他是把这个板的距离扔得比较远，对，扔得比较远，每一步的距离就也远，对，可以尽量的减少这个频率。我们的妈妈们好像也是用到了这样一个方法，加油。我看第一位是谁先从起跑线出发呢？哎，我觉得两位家长好像基本差不多，对，加油，可能我们的三位小朋友都是同时出发呢。好，第一位是，好，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好，裙子妈妈也到达了，三位小朋友陆续出发。哎呀，目前的距离这么快吗？哇，目前的距离拉得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第二位小朋友速度非常快，非常快，在我们的第一个弯道就已经超过了前面的选手。十五号，这明显是一位专业选手啊！加油，十五号。而且我们在这个弯道的时候也是很明确自己的道路，没有出现任何的失误。转弯的时候，相比之下，十四号，加油加油加油，有点过于可爱了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速度比拼下去的话，我觉得可以拉我们最后小朋友半圈，整个赛道的半圈，嗯，加油。哇，那非常快，我们的15号。看到现在，我觉得十五号也将会是今天咱们整场比赛夺冠的一个热门，而且他的直线加速非常的快，最后一个直线看看他的直线加速，而且他的动作也是往前冲的一个姿势啊，非常快非常快，加油。第一位到达终点了，加油。我们还有两位，我们目前的第三名的这位女生也要加快我们的步伐，加油。哎，这个小朋友好像也目测也不到，也就在3岁左右，但是我觉得他非常有这个意识，对，两条腿的速度包括这个专注力都挺强的，嗯。不过目前的话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直线加速，而且两个人现在已经到了，哎，最后一位小朋友有一点减速了，他有一点减速了，好，加油加油，冲到终点，到终点为什么慢了下来，加油，是不是看见妈妈了？好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预赛部分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刚才各组排在第一的小朋友将会晋级到我们的决赛环节，经过了我们四轮预赛啊，每一组第一的四名小朋友顺利进入到了我们的决赛环节，最后的对决了，3、2、1出发。好，出发了，我们的第一位冲线的是十五号吗？15号，没错了，十五号。他的出发就非常的专业，而且你看他压把，对，身体的压把，对，整个姿势、身体的姿态都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在压弯的时候，这样一个减速，我们不要速度太快，这样的话很容易冲出我们的赛道，而且他把握的距离也非常好，在什么时候开始减速，不影响我们整个赛道的一个成绩。不过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上这个赛道了，对于路线的话已经比较熟悉了，熟悉一些，接下来就是看他们的一个技术，包括我们的力量，包括体能，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而且我们发现啊，就是一旦这一支队伍里头这一场比赛中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的时候，会带动其他的小朋友也会有一个可能比平时更好的发挥，对，好，加油。目前来说的话，十五号马上就要冲线了，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哇，好，非常棒，毫无悬念，毫无悬念，第一名十五号已经产生了啊，我们的后面的小选手没有关系，继续加油，我们冲到最终的终点。好，我们看到第二位小选手也已经到达终点，加油。我们在比赛的当中呢，有些小朋友还会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速度的，就是
它会低头望着我们的这样一个车轮，或者看着我们的脚，包括看着我们的这样一个障碍物。这样的话，非常的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速度，眼睛一直要盯着正前方，对，要目视前方。哎呀，最后一下居然第三名、第四名还实现了一个反超。飞翔少儿队获得了我们本场比赛的冠军胜利，给自己鼓鼓掌，快给自己鼓鼓掌，小朋友们。好像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获胜了。当然呢，我手中还有一个属于冠军的奖杯，在这里也是给我们的这支代表队。来，有请我们的教练，来恭喜，非常恭喜，教练辛苦。再次的恭喜我们的飞翔少儿队，恭喜今天的胜利。比赛的这个环节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耶！冰球是以人为一方，使用球杆和冰球进行比赛的一项运动，它是一项在高速移动中常发生身体接触、激动人心的比赛项目。那小朋友们，你们了解真正的冰球吗？在这之前啊，先学习一下冰球的知识吧。大家好，我是刘涛教练，今天学习的是冰球射门项目。今天的小朋友是杨宇轩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宇轩，在冰球运动中我是一名前锋。杨宇轩，咱们今天学一下那个打门。那么打门步骤呢，需要小朋友你看一眼啊，先看一眼我的示范啊。那么重心的背头一个就是这个重心从这个侧身拉到身体的这身里，重心要构筑腰腿要发力的动作，明白吗？看到啊，一二，重心的跟住腿，看明白了吗？啊，你先注意示范我看看啊，一二，抬头看着门，对，重心要跟，别跑别跑，重心蹲住，重心要蹲住，对对对，你抬头看一眼啊，是这样的，这个拍啊一定要有个扣点，看从这扣一定要扣住，重心跟不了，再跟出去，好吧，对，蹲住，哎，腰部你这腰腿一起发力，啊，腰腿一起发力，好吧，伸出去，啊，那么咱们再教教你反手啊，反手的重心热闹，从这个方位看好啊，往这，哎，往回拉杆，扣住，看明白了吗？也是重心要跟过去，啊。很好。刚刚我们学习了冰球射门，在这里提醒大家，冰球是一项很危险的运动，如果没有穿戴好护具的话会受到伤害，所以希望大家在运动时一定要戴好护具哦。下面有请我们的郭浩安小朋友和教练一起来为大家演示急转弯。大家好，我叫郭浩安，我在冰球队里边是一位后卫。听到咱们那个转弯的之前呢，一定要有三个这么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说咱们在转弯的时候啊，一定是拍先往里转，记住了吗？拍先往里转，记住了吗？啊，那么咱们第二个点呢，就是在转弯的时候，重心一定要斜过去，往左转的重心的左脚一定要斜过去，那么右脚，右脚这边要重心放在右脚上，明白吗？那么请我给大家给你们示范一下啊，看到，如果是重心转的时候，他的脸
得往右边看，看脸得往右边看，啊，你再转弯时脸也得往右边看，啊，听明白了吗？啊，那么你坐一下啊，它重心要蹲低，重心一定要蹲低的，啊，对对，往左看，对，重心往右看，很好很好，蹲住蹲住蹲住，哎，可以再快一点，对。好，可以可以，加速回来，加速回来。那个，你刚才做的那个需要什么呢？真的啊，第一呢，哎，做的不错在哪儿呢？就是说你的重心非常的好，但是你那个拍儿呢，也是过来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点太哎这样了，一个是脸身体的，那个肩的扭过来，就是敲这个肩，扭肩，明白吗？哎。你看一下啊，10万，预备 ，Go！ 扭肩，哎，再扭，对，再蹲一下，很好。不要带急停，是直接转，加速，可以，非常棒。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啦，小朋友们一定要勤加练习，才可以熟能生巧。记住，一定不要心急哦。冰球小课堂来了，这些冰球的冷门知识你知道吗？30秒带你了解冰球背后的故事。小朋友们知道冰球鞋都有哪些特点吗？我来告诉你们吧。冰球鞋为高腰型，鞋头、鞋帮、两踝、后跟等外层均为硬质，前面的长鞋舌加上硬式的高腰，可将脚踝箍紧，帮助运动员支持和用力。冰球鞋原为优质牛皮缝制，60至70年代出现全塑料模压鞋，现在国际上多用尼龙纤维鞋帮、塑料底的冰球鞋。这种鞋比皮质鞋轻、坚硬、耐湿，适合室内冰场使用。冰球小课堂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